东莞宴啊，再过来一点，好，就这样了。笑嘻嘻的啊，哎，眼睛该停在一个位置。眼睛不能看地下，不要听住啊！好，你是坐车的，我是开车的，笑就对了。好。
躺下来，躺下来，胆子大一点，躺下来，睡下来，轮到我，等一下啊，看看，他们开始倒，来，你先手动去，先分手，拉你腿一样，一点点放松，手一样，啊，就这样轻轻放啊。快关啊！一点点，一点点松开。先并住，先并住，哎，等下一点点松开。等一会怎么动，你不要管了啊，等会。哎，右手。哎，闭上眼，先竖起来。右手要。一点点，一点点松，不要想走。嗯。好，眼睛闭上，不要紧松。你就躺着，就当是等休息一样，一点点松，睡去底下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慢慢来。一点点，一点点松，一点点，点点松。注意啊，注意这里啊，不要注意大腿啊，注意大腿啊，我就没办法了啊。哎，轻轻的，慢慢的，来开始啊。你在笑啊、哦！哎，你别耽误时间了，现在都交给我管了，听到吗？哎，随手自动叫自动就可以了，手一样，哎。咳咳
没不舒服啊，没有不舒服。你不舒服就跟我讲啊，吃不消就讲了。哦。你松掉了，它的能量会这么大。你就动它点酸了。哎，你要举起翅膀，你举起翅膀，不要去盯住你的动作，知道吗？哦。哎，你不知盯住你的动作，我把你变就不会酸了，知道吧？嗯。你要留意它这个动作转不过去的，我再变它就酸了。明白吗？嗯。你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你是坐车的，我是开车的就好了。明白吗？这是里面都堵塞的地方，你身上堵塞的很厉害的，知道吧？嗯。它有些有阻力就有动力，知道吧？嗯。哎，注意手指松开。就想你的手，不要想，不要盯住你的脚，不要管啊！嗯，我管啊，这是里面在动，内动你不能管。我在帮你全身调理，知道吧？讲话的，上来的，哎，你不要去注意，不一定讲话的，哦，哎，中间地方是不好的地方，不是你管的地方，是我在管。你在那我就笑，好玩，啊，我把你变成18岁了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呵呵想不到的啊、哦，嗯，啊，你这次进我的门，你肯定想不到自己会这样，对不对？不要紧张啊，在里面动，全身在里面在动。不慌不忙，胆大气壮。我能够让你动，我管住你，你知道吧？嗯。知道。哎。动的地方是不好的地方，所以千万不要盯住，知道吧？盯住它你就酸了。嗯。哎，你要举起自动手自动，大门口它出去，它就就没这么就没这么辛苦了，听到吗？听到。哎，不是，啊，我都不紧张，你不要紧张啊。不紧张。看，我是开车的，你是坐车的。现在完全用意念，看到啊，两只脚起来，看这样这样，我现在马步摆着，想你的脚，你看着啊，随便啊，嗯，有没有看到？嗯，这几天一到七到，高级的东西就是由一到七到了，看到吧？哎，你这用就笑，轻松吗？轻松，轻松了啊、哦！哎、嗯，我在笑，大家一起笑，更好。啊、嗯！哎，你不要管他怎么变啊、哦！好，现在都是我在，我的意念在变，你就跟不住我了。嗯。看到吧？啊，舒不舒服？舒服，舒服的。哎，多好！现在这气都在从这子宫里在冲出来了，你知道吧？嗯。挺舒服的，挺舒服的，因为上面都松掉了嘛，哪里舒服了？啊，再把纸穿好，走下看一看，轻松吗？